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潮州警察分局分局长黄国元。潮州是个宜家宜居的好地方，但是经过本分局的统计，109年度辖区一共发生车祸2992件，其中死亡车祸有6件，受伤车祸有1638件，一般车损车祸有1348件，这一些伤亡的案件造成许多家庭的负担，令人感到遗憾。本分局分析主要发生车祸路段是在柳树镇的延平路、新生路、建基医院、太平路、树义路以及台一线顶路段，而且要大家的详细报告，咱桥倒摆的时一定要系安全帽啊！赛车的时要注意速度，莫超速，还是饮酒赛车。经过路口的时要注意往来的车辆，互相相让。交警分局关心你的行车安全，而且嘛，替你拜一个早年，祝你阖家平安，牛年行大运。